非常高兴出席建筑物能源评级办公室用户认证计划的启动典礼，同大家一起见证香港建筑物能源评级认证迈向新的里程，亦都感谢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多年以来是不遗余力引领绿色建筑推动可持续发展。建筑物能源评级认证办公室用户计划正式开始。